and lethal. Well, in grid section 5012, the particles were predominantly coarse. But in 23, they're much finer, should be ideal for blue-green algae analysis. It's great news that Mars is going to become the second home on mankind. Great. Don't forget to charge my rover under the sun. Don't worry. The rover should be able to give me back. Hybridization of the person's chameleon and the bearded lizard has survived the first phase. Hey. What's that? Weevil, our team bank was attacked by asteroids. Return immediately.
that unknown object was approaching us.飞到火星上空了，你爸要是知道你当了宇航员呀，哪还不对你刮目？接进来。是。Commander Liu, my name is Frank. I'm the commander for the Lion Self-Migration to Mars project. We have received video and audio signals of extreme distress. They're asking for an urgent appeal for help. This is for you. When we attacked by unknown flying object and we failed to take off, now we are trapped in this external compartment. We need help and we... We have sent SOS to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Russia,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for help. But it would take them at least 4 months of traveling time to get to us due to the vast distance between Earth and Mars. We know that your one-way spaceship is near Mars heading towards Europe. We're request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我们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Okay, we will wait for your decision. 刘指挥，咱们 MOVE 二计划前后投入了8年的精力，现在火星情况不明朗，如果贸然前去就是在冒险，万一出什么差池，这8年的时间就都白费了。先去计算一下可实施的方案。是。张磊，把刚刚的画面截进来。是。好，停。能不能让技术部门分析一下，看看有可能是什么？是。
哇，吃什么呢？这么香、啊？给。哎，今天怎么吃饺子啊？啊，饺子？我最爱吃饺子了。哎，拉倒吧，有你不爱吃的。得嘞。哎，还挺好吃的。今天是除夕。队长，我拿一个吧。好，这么快都过年了？你干活干傻了吧？咱们哪有节假日啊？我们能当上宇航员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我爸一直以我为傲呢。我说。刘指挥，杜平，我现在命令你们暂时取消 Move 二的登陆计划，转轨飞往火星。刚刚接到火星移民计划联盟向我国发出的求救申请，他们的逃生舱遭遇不明飞行物的袭击，无法起飞，现在有四名科学家生死未卜，经上级同意，将派遣你们前往救援。不明飞行物？至于不明飞行物究竟是什么？也无法通过外部影像进行确认，所以你们此次的营救任务之外，还要明确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也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一会儿会将计算好的变轨方案和火星资料，包括火星基地地图和火星车的使用方式全部发给你们，期待你们平安归来。是。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这次去火星会错过地球离木卫二距离最近的一次，下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懂你的意思，深深。咱们花了8年时间研究、训练、做模拟实验，从所有小组里面脱颖而出。但是救人要紧，况且4位被困科学家中还有我们的中国同胞，冯彤的爸爸。去木卫二还有机会。对，我们要救助的对象是火星计划联盟的科学家们，不单只是我爸。若要实施救援，我们需要赶在天黑之前登陆火星。火星温差很大，夜晚的温度会阻碍登陆舱降落。深深，你留在万户号上，负责与地球飞控中心联络。是。何日晴，你主要负责生活和救援的医疗部分。是。李翔，火星基地生物化学研究你负责。查明这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是。我和冯彤分别担任主驾驶和副驾驶的职责，一定要倾尽全力把人救出来，关键时刻随机应变。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没有没有。陈山，立刻变轨转向火星。是。收到，大家调试一下宇航服，看陈山发送的资料是否都已接收到。检查完毕。检查完毕。检查完毕。陈山，让飞船进入轨道。呼叫木卫二探测地球飞控中心，万户号救援小组已登上登陆舱，一切准备就绪，请上级指示。收到，立刻出发，请宇航员们注意安全。是。登陆舱准备脱离，进入倒数，3、2、1。目前着陆点地表温度为-17摄氏度。降落指定区域视野良好，救援小组可以进行降落准备。收到。哎，有东西在外面，雷达监测到有不明物体，正在向我们靠近，像是朝着我们过来的。队长，我们怎么办？赶紧联系陈山，让他从外部监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呼叫万户号。呼叫万户号。
遇难机信号丢失，我们与外部号失去联系。啊，他一直在干扰我们的信号，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开启手动反推应急控制系统。是。这是地平共振，打算收紧肺部了，深呼吸。我感觉无刚硬骨要从嘴里喷出来了。你要坚持住，千万不能晕过去。这谁能控制得住啊？这东西回来了。雷达上头顶不见了，也就是说，刚才的不明飞行物没有追下来。现在还不能确定。还好，只是麦克风磨伤了嘴角，要是麦华脖颈上，后果不堪设想。冯彤，你检查一下登陆舱的各项数据。是。登陆舱的功能指标一切正常。只是燃料显示不够了，可能没办法再次支撑我们升空了。我们一会儿去火星基地找一下燃料。好。不见了。上次联盟的逃生舱在空中就被他袭击，这次我们的登陆舱在空中也被他袭击，看来这家伙对飞行器很感兴趣。我已经把火星基地坐标在系统里分享给大家，大家确认一下。时间宝贵，我们现在分成两队，冯彤，你和贺世晴前往火星逃生舱坠落地点救助伤员，我和李想去火星基地解决燃料问题，以及与陈山取得联系。我们现在分开行动，大家注意安全，保持联系，一个都不能少。是是是。保护好，呼叫飞控中心。我是飞控中心指挥员刘明，万户号请讲。万户号与救援小组信号中断，现在请求飞控中心支援。这样，我们等一下把火星上所有的通讯频道授权给你。好，你可以尝试跟火星车和火星基地联系。还有，我在气象监测显示器上看到火星上空有一套类似沙尘状的不明物体。把你看到的检测数据和气象图发给我们，我们处理。好。
逃生舱。时间，你去基地找燃料，然后再查下头盔摄像机拍下的画面。我开火星车去接应冯彤和诗晴。好，最后咱们在基地会合。逃生舱，立刻把位置发给我。我在基地门口找到了火星车，现在就接应你们。收到，我们已经找到逃生舱，现在把位置发送给你，跟到后面。冯唯一呢？座位上没有人，他去哪儿了？ I don't know。 他怎么样？他现在陷入深度昏迷，目前无法判断昏迷的原因，需要去基地做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翔，我们已经到达基地了，你在哪儿？立翔，立翔，队长，我们先进去吧，安娜教授不能再拖了。好，小心。帮我把他的宇航服脱下来。收缩正常，头部没问题。他髋关节脱臼了，你们都先出去，我要给安娜做髋关节复位。理查德教授，你们降落的时候有看清楚到底是被什么攻击的吗？ No, I didn't.When our escape pod was, it was spinning. When it fell, I fell unconscious. 那冯唯一冯教授呢？我已经问过他了。安娜教授，安娜教授，安娜教授。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ed, we need to go now.To the base camp.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no way to survive. 那一会儿
我们去其他舱找找。李翔，是你吗？李翔，惊喜，你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我要是这衣服的下去，我看你还惊不惊喜。快点。切。哎呀，安娜，安娜。教授呢？我去找燃料。李想，你带着冯彤去找冯教授，我们分头行动，保持联系。是。小行星撞击导致基地的电路紊乱，蒸发器分解不能正常运转，分头找吧，节约时间。好，有可能被困这儿了，赶紧找。我找到你爸了。
马上过去。理查德教授，您先把燃料放到火星车上，我们在主控制区汇合。OK。再晚来一会儿，我就成这家伙的晚餐了。找到彭教授了？啊，只是暂时昏迷了。火星基地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不知道，好恶心。好了，我们赶紧去找事情。好痒啊！别动，会越挠越痒的。这好了，不许挠啊！不许挠了。不是，我这感觉怎么样了？补充一下葡萄糖吧。I feel much better。好好休息。Thank you。世青，你快过来，我爸醒了。冯教授头部受到撞击，还会有点晕眩，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冯教授，彤彤，你怎么会在这儿？冯教授没醒的时候一直守着，眼睛都不眨一下，现在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冯教授，我们是中国木卫二计划万户号成员，来火星接你们回去的。魏一峰 ，What happened when you left the escape pod？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安娜和托马斯都伤得很重，我就赶紧回基地取药。我还给了联盟发邮件，向他们求救。就在我按下发送键那一刻，跑啊跑，跑了很久，我的头也被他弄伤了。直到我后来躲进储藏，才松了一口气。后来的事情，我也记不得了。Richard， 人呢？哎，我刚放置的药品和注射枪不见了。
指挥，刚才的视频由于帧数丢失，并且只有局部片段，无法分析出不明飞行物是什么，以及万户号发回来的数据样本太少了，一直解析失败，也有可能是气象原因，所以现在暂时还无法判断。再想办法。好。刘指挥，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据观测，现在有一颗直径为500米的小行星，正以每秒90千米的速度飞向火星，预计12个小时之后将撞击火星。接通万户号。是。刘指挥。陈山，跟救援队联系上了吗？没有，一直无法取得联系。现在有一颗小行星会在12小时之后撞击火星，必须要求救援小队在小行星撞击火星之前完成任务，你务必要与他们取得联系。好。I can't believe it. You have grown. No one would ever believe that you're the little one from the lab. Don't worry. This will help you get better.What are you doing, Richard? Shh, quiet. Don't disturb him. He's the result of my endless research and findings. What did you say? The experiment. Oui, it worked. I successfully changed the genes of them. Tom, I've been thinking very hard about how to...allow humans to adapt to the Martian atmosphere instead of changing the Martian atmosphere to adapt to humans. Terraforming would take too long. We may not even live to see the day. Do you remember the asteroid shower last month? I found very unusual creatures, life forms, on the rocks that you brought back to me.I was thinking that if they can survive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lab and they survive after that, then they are very adaptable to this climate. So I implemented my ideas on the chameleon and the baleen whale embryo. So.The flying creature out in the sky is also the result of your research. Yes, that's right. The first creature that I cultivated was the baleen whale embryo because its growth rate of 10 times that of a human being. And then I combined it with the microorganisms from the asteroid. Their growth rate was as high as ten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imes.And then I injected it with the mutant genetic fluid of the half-breed, the lizard and the chameleon combined, which was very originally vulnerable, but I hoped that it would become more tenacious. Unexpectedly, both succeeded. Reptiles and mammals can both survive on the harsh Mars environment. Wei Feng, do you know what this means? This means that humans can emigrate to Mars after transformation.This is simply the greatest discovery! It's totally insane. Richard! And you broke the rules! You know? What rules? Rules are meaningless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 of humanity!快走！
现在我们怎么办 ？This thing could be the only way out. We trapped here and will die if we not get rid of it. 动动把火，我们可以用喷火枪把变色龙逼退，然后逃出去。不行，不能把它留在这儿。而且它不仅对火星，对地球都是个威胁。我联系一下陈山，看看有什么办法。冯教授，电脑，我来。事情，代码给我。简易的炸药，威力足可以把基地掀个底朝天，变色龙必死无疑。冯教授，这里有没有含氨的去污剂和液态氧？我给你。太好了。冯彤，你身上有电线吗？干。好。这位教练，这里是万户号，飞控中心发来消息，有一个小行星会在12小时之后撞击火星。不过你们现在只有10个小时，你们必须在小行星撞击前返回万户号。这条消息是陈山6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所以我们只有4个小时。我还缺白糖。There is no sugar in this room。生活局里有，可是必须从这个门出去才能拿到。队长，我拿喷火枪引开变色龙，李想拿炸弹跟我去找他。等下午引变色龙的时候，你带着大家先离开这儿，在火星车上等我们。这样，斧头，你跟我出去。李想的速度没有快，我用喷火枪掩护你，你把李想做的炸弹带上。好，队长。好了，不要说了，赶紧的。说就够了。那就好，还有2个小时，小行星就要撞击火星。坠落的地点很有可能就在登陆舱的附近，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救援队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完成任务。你务必要跟救援队保持联系。是。王丽，之前火星上的不明飞行物分析出来了吗？陈山，之前的不明飞行物只能等救援队回来才能带给我们答案了。
是为了救你，而是为了你将来能够救更多的人。不论是火星移民计划，还是木卫二计划，都是为了拯救地球上所有的人。为了我们的文明可以继续延续下去，你现在背负的不仅仅是队长的职责，你有更重要的使命和担当。 自己出现了低频共振的反应，心脏出了问题，我可能无法再上飞船了。就算能上登陆舱，我也承受不了起飞的负荷，替我和我的家人还有孩子。
一会儿我们起飞的时候，天上的那个家伙一定会再次攻击我们。为什么这会飞的鲸只攻击飞船 ？Last time we were attacked after we took off. Did you just say that it attacked you guys during the descent? 会不会是那次登陆舱启动时雷达发出的电磁波？哦，对呀、啊，鲸拥有发达的听觉和声纳系统，活动时依靠回声定位功能来巡视彼地的。难道是鲸把我们当作敌人了？很有这种可能。那一会儿我们怎么飞啊？只要我们速度比它快就行。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陨石，这是我在火星捡到的第一块陨石，当时我就在想一定要拿回去给你看看。没想到竟然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它交给你。中国人，航天英雄，而我妈妈却只能和别人一样，在新闻里才能看到你。妈妈一直跟我说，你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人类，在完成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可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当年你转身的那一刻，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这光秃秃的破星球到底能有什么？真的比我和妈妈更重要吗？我也有个问题，你为我骄傲过吗？哪怕就一次，哪怕就一瞬间。要是有，那我也就值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妈。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得有失。家很小，世界很大，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有时候你不得不做一个两难的选择，而我偏偏选择了为大家做事。不仅是希望为了我们生活的星球变得更好，更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一个安全的、可靠的生存地。你看你现在，你正在重复我走过的路，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有我的遗憾。等火星移民计划完成之后，将来你可以陪着你自己的孩子，跟他们在一起，陪他们一起成长。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所以我才需要更加努力，你明白吗？爸，希望这一次能一起回家吃个年夜饭。我答应你。
英达接恢复了，我们可以联系陈山了。冯彤，事情是你们吗？终于连接上了，我是冯彤。我都快急死了。你们一切都好吗？我们准备起飞，接驳飞船。小行星即将撞击火星，你们必须在15分钟内接驳万湖号，我会在飞船上等你们。知道了。15分钟。刚刚我们算了一下，不明生物的飞行速度是每秒40米。它现在距离我们16000米，我们从启动到成功飞离火星需要7分钟。以它的速度，7分钟可以飞行16800米。在我们飞离的过程中，那个家伙很可能会撞上我们。我跟李想已经算了各种方法，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躲过他。最要命的是，现在离小行星撞击火星只有不到10分钟，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跟那个家伙纠缠了。看来，只有把那家伙灭了，我们才有走的机会。来不及，时间根本不够。可是，我们现在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把它灭了。可以改变我们的起飞角度。如果我们更换飞行角度，让那家伙误会我们的飞行方向，然后再利用燃料的供给变化再次改变角度。这个方法有点冒险。是啊，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尝试一下，总比被那个家伙弄死强。糟了，啊，我的火星研究资料忘到火星车上了，等我一下，我去取。哎，来不及了，冯教授，现在还管什么资料啊？你懂什么？那些资料非常重要，那是我们在火星上的全部研究成果，地球上没有这样的数据。万一被小行星毁了，我们2年的研究就全白费了。哎，我帮你去拿。不用了，我快去开会。哎，爸，冯教授。这不是冯教授刚要找的资料吗？哎，冯教授，他把火星车开走了。他好像是往火星逃生舱的方向开去了。彤彤，火星资料都在 U 盘里，我加在李想的笔记本里了，拜托你们带回去。天上飞的那个怪物，我来对付，你们抓紧时间，赶紧离开。冯一，你这个骗子，你给我回来！彤彤，对不起，爸爸又一次食言了，没办法兑现给你的承诺。今天见到你和你的队友们，我就放心了，因为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勇气、智慧和信心。我知道，你们已经超越我们这一代人了。你们是未来人类的希望。刚才你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当宇航员，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不后悔登上火星。你真的很优秀。虽然我从来没有表扬过你，可在我的心里，你一直是爸爸的骄傲。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想做你的爸爸，我会一直陪伴着你。爸爸，
拯救他！放开我！冯彤，你现在是队长，我们没时间了。杜皮已经牺牲了，冯教授也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白费吗？对不住了，伙计。Feng Weiyi, Chinese scientist, Alliance Project Mars. This is my last mission.做一个两难的选择，而我偏偏选择了为大家做事。不仅是期望为了我们生活的星球变得更好，更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一个安全的、可靠的生存地。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有我的遗憾。准备启动，万户号。准备完毕。准备完毕。陈山，万户号成功对接登陆舱，祝贺你们对接成功。救援小队已查明，不明飞行物是变异生物，已将其消灭。万户号已完成火星救援任务。队长杜皮在执行救援任务时壮烈牺牲，救援队成功救援一名联盟科学家安娜，其余三名联盟科学家不幸遇难，其中中国驻火星一名计划联盟科学家冯维义为协助万户号救援任务以身殉职。Thank you.
无尽的夜空上冉冉升起的火光，我能看见你湿润的眼眶，无数个日夜里你曾为之而疯狂，还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有多少冷嘲热讽你总是一笑带过，而今天笑着笑着就流泪了。你说这是我生命中的信仰啊，怎么能忘记它？是你的梦，宇宙是你的家，你这么多年都是一样不爱说话。无数个日夜里你曾为之惆怅，还总是一副一切都好的模样。有多少冷嘲热讽是一笑带过，而今天笑着笑着就流泪了。你说这是我生命中的信仰啊，怎么能忘记它？只有